邪恶的小天使也很照顾，今天呢也提供了这么棒的场地给我们，我们是不是要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他？王会长，还有我们现在的蔡会长，以及蓝鸟女为吼家长，以及小朋友，还有我们的职工老师们。老师有没有越来越漂亮？有，要给他支持哦。还有，谢谢老师今天来当我们的主持人，啊，也谢谢哈各界对阿诺的关心啊。我觉得真的是阿诺是持续这么十几年，我看在眼里，所以哈我也是希望说各界如果说好朋友，我们再支持这个阿诺协会好不好？好。啊，今天最感谢的就是老师真的长期一年一度的感恩。将近身体会